那么由这个原文
讲伊这就是咱的一个心灵较高大的所在。哦，就是讲咧，世尊伫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的救出，啊呐，伊的右手，哦，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。伊讲如如金色，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有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，所以就伫这个手。所以就是这个字的微妙关联。那么这个镜头啊，亲像莲花，哦，一种手指如莲花，也是来摸这个泥的边，哦，比较磨边，比较手指，就来讲啊，讲泥的，哦，我护着你，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，把它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是何500岁的时阵，正月的时，你当中就是你爱来修护，把它全部给连断出来。那么底下要问各位，先来解释什么叫做活我大水？活我大水，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涅槃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行衰，伊该分做五段，一段拢500年。第一个500年叫做戒律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，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会当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生当中教父的研究，我们去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戒律坚固期，也叫做慧学哦，智慧的慧，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500年后咧，已经离佛已经500年啊，所以这、个500年中间咧，大家咧透过禅定，透过禅定，就会当来体会到了到底当时世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功。500年到1000年中间，这样子呢，大家咧拢中一个学禅定，一个所在，一个体会了一个一个如来心法。所以，到即摆目前第二个问，还阁有人伫咧讲啊，你一贯道吼，无咧做禅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咱讲即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我1500年，已经落我1500年，因为这个1000。哦，这条是我世尊即心有秀，犹如金色，微妙光明，无量而至精湛，神经所及，其枝状实如莲花，依摩逆力变，足如是然。逆力我护着你，当来世何我大岁，正法的时，你当修护佛法进步，莫令断绝。那么有这个原文。各位，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正较高大的所在。哦，就是讲咧，世尊伫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，啊呐，伊的右手，哦，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。伊讲犹如金色，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，什么金色的？是因为释迦的伊有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，所以就伫这个手，所以就伫这个手的微妙关联。那么这个镜头啊，亲像莲花。哦，一种手指如莲花，也是来摸这个泥的边，哦，比较磨边，比较手指，就来讲啊，讲泥的，哦，我护着你，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，把它护着你啊，护着你。但是当来是何500岁的时阵，正月的时，你当中就是你爱来修护，把它全部给连断出来。那么底下要问各位，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500岁？何500岁？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涅槃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行衰，伊该分做五段，一段拢500年。第一个500年叫做戒律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。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近，会当接受到佛的引导，也无必要走进去。生当中接受的引导，安无去修拢会成道，所以叫做戒律坚固期，也叫做。慧学啊，智慧的慧，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500年后咧，已经离佛已经500年啊。所以咧，五百年中间咧，大家咧透过禅定，透过禅定，就让来体会到到底当时世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功500年到1000年中间，这样子呢，大家咧拢中一个学禅定。一个所在，一个体会了一个一个如来心法。所以，到即摆目前第二个问，还阁有人伫咧讲啊，你一贯道吼，无咧做啥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咱讲即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我1500年，已经落我1500年，因为这个一千
哦，这条是五百个一千来对，这两阵是上京变过。那么经过这五百了后嘞，五百个人不可刷，不可刷，五百个人坐到四零五，所以讲什么嘛，这就是用门的嘛。到底你是五百还是？你嘛讲出我听看嘛呢？所以讲什么就开始啦，不得。哦，一千年，这个是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，这样子叫做多元变革。这样子呢，就是当今现在上个上上的时阵。那么它经过五百年，这样子啦，有滴个当今，有滴个温室正中正呢，有滴个温室，有滴个接受较侪众生，所以讲什么修正指标，修正指标，哦，这样子叫做塔式变革。因为啊，离佛众生起来，只有从相法，哦，相法就咱相古一直相。相片的相，相法，但是讲呢，用个看佛的文章来做信仰，所以讲说呢，他啦、尿啦、屎啦，七特别多，就是看到佛，哇，啊就安尼一直拜一直拜，大家发心起安尼呢。那么经过五百年，这样子呢，有拜有，有拜无啊，这样子呢就开始啊，叫做道经变故事，道经就是讲修正啊。这派无多啦，咱这派才有多啦，这派骗人的啦，咱这派才是正宗的啦。哦，就开始这派每一派，这派每一派，这派工作一派，做教门工作的教门，叫做道经经过。那么这这个尾啊，这个后五百年啦，哦，先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啊，第二个这个最后的哦，所以这条你讲，你这第五个五百年过了，这样子啦。大家讲要修咩？大家讲要修正，他都有正法指导入去啊！你讲真嘞，就是你个，你得爱出来，啊那修好佛的进步不能断绝咯。所以各位，咱今麦乖乖佛的已经2560几年了，就是讲释迦佛的已经12560几年，专入你的英文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。哦，有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内容去呢，啊，这是第一个要咱够报告。第二个要咱够报告，咱就是提到这个弥勒上行经，啊，内底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地主，真出名地主叫做优婆夷。有一天啊，听佛在演讲的时阵啊，伊啊心血来潮啊，伊就来问这个释迦牟尼嘛，哦，伊来问释迦牟尼，伊讲，师尊啊，你讲这个。阿逸多，阿逸多就是咱女的个名，哦，伊直接翻译叫做阿逸多，翻译中文叫做无量性哈。你讲你讲这个阿逸多未来的作为，如果阿无你看伊做啥，阿无你看伊死，到底伊是做哪个作为？好，第一段引言啊，说起来讲哇，门了真好吼，伊讲提点提点，恁大家注意听，唔是干那伊报伊你听，大家拢注意听。哦，所以第二个来对啊，要说出一段因缘，哦，伊才讲的，这个你莫看这爱多哦，不是上天哦，无做什么，这是伊起码过十二年后的二月十五，伊会等于伊的国家，我们看到了嘛，佮讲着，伊会等于伊的国家样的，来去涅槃哦，伊新知识，迄个更加进入千大业，上升就多是多尊做天主，只要要信众生哦。所以讲，你莫看讲伊无做啥咯，你莫看伊有一套伊特殊的方地修道方法。哦，这就是咱今仔日一贯地主为什么咱无强调做啥？哦，这就是你做出的方法，咱较早来会讲着。那么，伊这个刚刚呢，伊在个讲啊，伊讲伊波利啊，是弥勒菩萨啊，以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归依处。各位重点就是啥？这个弥勒菩萨。不但讲啊，一登基都是多头脑，伊个是未来是众生的大归依处，众生那是要有所解脱，众生伫即时间要登基时间，一定爱归伫弥勒个，叫做大归依处。哦，那么伊讲若又归依弥勒菩萨者，当地世人以无上多一不退转。所以咱只能咱来解答这一下，这2500年前如来亲口演说。假使讲伫后五百岁，那咱归入你的地主为你的灌输人，伫迄个无上道，就是最高、最上、最名的法门内底啊，佫有当得着不退转。唔是讲咱入这个最高法门咯，讲入最高法门佫退转倒出来，那是无效呢。哦，就是讲个今仔日，那咱追求你的
以前你做事的方法来修习，那么呢，也当你这个无想多，这个无想多以外，各加多量就对了，挂保险不退转。哦，这是你佛经内底，你你上生经内底啊，也记载个真清楚。所以今仔日，咱一贯地主当中，你做事用运普度三族，各位对咱家己有清净。不管寡人安那讲，对咱家己有清净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，含伫多少本经，今仔咱拢有甲咱报告。哦，咱本地的不妨家己会使去参考一下呢。哦，那么今仔日咱各位了解目前是你的用运的时阵。哦，有头了这两年内，当了解是你的应运，但是到底是你的应运将来，咱是要去对，咱是要去对，咱大家拢讲物质利天，讲要等物质利天，哦，那么到底要等物质利天，意思就讲物质就是讲个无限极，就是真逍遥的所在。啊，这个物质真逍遥所在，就是叫做不退转道嘛，就是物质极啊嘛。那么要去对就是。哦，那么其他的有其他哦，对咱小可有偏见的宗教，伊嘛是会把咱吓了。他讲故意，恁信你的祖师啊，真正对来讲啊，你的祖师的多出天多出净土是伫欲界第四天了。你将来只走到欲界尔呢？你还无转轮回呢？哦，安尼你敢对？所以咧，咱有一贯地主啊，也真多哦，看到煞惊着，哎呦，有影这个欲界天命哦，那对面修个啥？啊，不要做什么，像那个什么极乐世界，做什么都来那个真极乐世界。其实，而且要用各位来报告，因为你的他们的属性就是属性的这点，属性也就是属性的这点，就是讲咧，咱每一个人一个修办的过程，有人认为是在家修。在家修，大家拢有头路，大家拢有职业，大家拢有家庭。修到归工，修到要死的时阵，你有可能断欲无？怎能够？你有可能把你的欲望拢断掉哦？无可能。那么，既然你要归工的时阵，你的灵性中带着欲望的质，而这个你的灵魂带着欲望，你要招待？你才讲嘛，要改天命，你要招待？你带着欲望嘛？所以你早就炸了圣经里的这点，所以都要办理，安尼有自闭无？哦，你听讲，阮这多多多孙老伯一定叫你家来吼，我都叫办理哦，是不是呢？是不是今仔话要来做生意讲堂，唔知阿位，啊有证明讲，假使自闭，我到中山机场办理，你看安尼我有足方便无？足方便啦！所以你早就就是知讲，咱要回天。那么做不做转，依然这些原本就是未到，绝对是未到。所以用伊无量劫修的神经来创造这个灭尽吼，所以这个所在，这个咱念不做转的所在啦。真正的那地方在地出地天，咱接受灭了，这个念不做转，咱就是咱的目的就到啦，就已经到啊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希望各位就是这样，按咱来清净咱家己。那么有什么记载咯？情况？哦，我今麦就是讲咧，未来方面各位来报告，这个灭净土的属性。哦，那么净土大概可以分作三类的净土。那么第一类净土叫做究竟净土，达到某种究竟程度为你究竟。哦，究竟净土，这个究竟净土咧，就是讲咧，师父来因积集无量善功德，所表现出一个用伊的功德，让指引众生无灾无难，这个所在叫做净土。哦，这就是咧佛经所谓佛当无所得取来神经，会当接住一个神道，这就是地境神道。那么第二种的净土咧，就是叫做他受用净土，他受用别人去用的啦。就是大乘菩萨因别无一世来做修行，但是咧因并无讲领受取来神经，伊无到接一个神道，无到接一个净土，这样子咧，就是由佛来接一个净土，来给这个大乘菩萨。你那个所在享受，所以第二叫做他受用净土。那么还有一种净土，就是叫做方便摄受众生的净土，方便来摄受众生。哦，方便摄受这个众生的净土。那么这方便摄受众生净土啊，伊就是讲有真济众生，伊发大善心，伊向菩萨道，如果伊修一世人，还佫未成道。
因为这世人发生，这世人受到，但是伊还阁未上到，对呐？可是我嘛各位去切转轮，嘛退算是足可惜。唔过我话上，上个样子，我话讲转轮话，如果无够济，对呐？所以咧，这个方便也是重点重点，会甲你一时来重点，啊，再甲你教互你去去退算。咱呢个交接重点就是第三点，这个方便也是重点重点。所以就是因为有你的这个因缘，你才甲咱讲一讲，假使讲下早来就得到，有到了你发大信心、发欢喜心，下早来归工，照常登记你的证照。有你已经发正欢喜心吗？已经发大信心吗？虽然你大信心嘛，唔过你个阿弟你做，阿弟就猜猜哪个呐？因为你大信心发了，照常登记，就是咱各位了解，你像讲。咱伫一贯道门内底，教下你讲一世修，一世成。因原因有根据，唔是咱安尼跟人说哦，口头凊彩讲讲，甲咱骗出来。有伊个相当的依据伫遮，哦，就是讲咧，你下当得到你的祖师，甲你接受等于净土了后咧，你的祖师随着咱的释缘来甲你教，哦，就甲咱教下，互咱去推广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咧，咱今仔日对你的祖师修。一个思想的法门，啊、哦，其中之一。那么，尤其是这个念经道啊，啊，相当啊，伊个观念就是，伫你个目睭切，伊卖刹那呢，伊个关系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伫遮要往咱各位互相来弘扬。假使讲你十岁开始修道，你开始修道，你修九十年的道，到九十一年，你来反道拜佛，你看有啷讲无？无可能，因为你修九十年，功德无够。那么话对恁讲啊，前面头先我讲的，今仔日来煮个刀，啊修三工，啊出欢喜，啊就死去。你看啷登去哦？同款会当登去，因为伊目标地爱发大雄心，大雄心，啊发对大雄。第二就是咧，你个净土有你个净土，以你修的这个方法个法门，就咱留伫第二节啊，第二这个三宝心嘛来是。再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啊、哦。那么这一点啊，就是要来向咱各位报告，这是第一点哦。以你的净土的思想的第一点，方便的是净土。第二个思想就是讲的，十善报恩的信仰水啊，就是讲的，你的净土啊是最善、最妙、福报最大的所在。这释迦佛经中嘛是安尼讲。哦，就是讲咧，释迦牟尼佛对娑婆里边大家讲，伊讲四名多识多天啊，十善报应，信妙福处，日月诸佛一小节中讲说一生多处菩萨的报应，就是成就者不能相信。啊、哦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甲这个因在地处讲吼，伊讲这个多识多天，伊要摄受的众生有一定的目标。有他一定的目标，你大家做标准，你就等于在收起来。就是咱公司，就是咱政府机关，你考什么款人员就来有一定的范围，一定的目标，不是漫无目标的。哦，所以才讲啊，伊讲这个所在是十八善报的人在大，最善最妙福报最大的人在大，好个外好。哦，你的前途到底是好个外好？伊讲我自细就小节。来一定要卖讲别人讲，又讲你的净土好处讲不完。各位，咱来咱一小个比喻无？啊，好假设啦，七十个就是，啊，经过一百年变十个就是。经过一百年变十二岁死，经过一百年变十三岁死，安尼伊就多几个人啊，多人死成未？哦，多到是多个人啊，多人死成，安尼叫一成只咯，安尼讲一半尔。啊，这个一百年人搁减一岁，搁一百年人又搁一岁，减减到人十岁，几人分？安尼一天一顿啊，安尼叫一小只。你看外父外公吼，不要紧啊，哦，所以。啊，那咱就假讲哦，到底这个都是做人偌好吼，咱怎么家己去想象就好，吼、哦，看他安尼用，咱怎么讲什么都是讲偌好，讲实在啦，点偌钟就听我家己讲了啦，都是做人尽人说话，讲伊就是直接讲完。各位，咱今日来有咩情况？诶，思想伫倒，
咱家己找到啊，家己欢喜到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看等等下，咱来招等下，咱接着咱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，伊在讲啊，我来讲这个一生多数菩萨的报应跟十全果不能相信。那么，伫这个所在，就相安过来解释，什么叫做一生多数菩萨？这单书文中的祖毛讲，一生多数菩萨嘞，就是生日中间。后日未来中间那个多数者，叫做多数菩萨。那么前日几公七条在办哦，后日是五十来七千万年的代志咯。这个中间爱人多数，这个多数者就是多数天主弥勒佛，就是咱弥勒多数。所以就是讲是灭道后，由弥勒开始多数，多数五十来七千万年。哦，当然，这一抓出入啦吼，讲是讲五十来七千万年，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佛经的翻译吼，翻译成咱这边有一点出入吼，应该是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啦。那么五十七亿六千万年是西印度话啦，比咱中国话应该是五亿七千六百万年啦，你差一个零，因为印度没有万，伊是个十百千，十千百千千千阿个亿啊，没有千万，哦，所以差一个零。哦、那么为什么讲五亿七千六百万呢？伊就是讲，咱念佛提，咱这个世间啦吼，啊，就是讲伊个多出多天，一天多咱念佛提四百年啦。哦，伊个一天多咱才四百年啦，啊，伊个四千年，你个多出多要多住四千年，这都下念佛提啦。啊，所以两个四。八乘以三百六十乘以四千，如果有七千六百万，哦，这不够，这加贵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就是讲，咱这个一个吼，你的净土，你的祖师的净土，伊的好处就是讲，最善、最妙、福报最大。哦，这条讲用一节的时间就无得甲讲完。那么，第三，你讲咱各位报告，修你的净土，最近你的祖师来修，哦，伊的好处是做第一，就是讲咧，咱甲祖师缘尽。威嘛尽，缘尽尽，啊，迄个威嘛尽尽。为什么讲缘尽呢？哦，因为你个祖师伊个愿，甲其他个佛无共款。其他个佛伊要接受十方个净土，倒一个唔知。那么你个祖师伊发个愿是干呐要度阎浮提众生呀？伊个愿是针对咱发嘞，就是讲咱伫阎浮提在讲，大家都是伊个度个对象。等于讲咧，伊个电波已经送到咱家来嘛，像咱咧看电视、电视台视、花视，电波已经送到咱门口来，只要咱听得准咧，咱就看得到啊，咱就感应得到啊。所以你的招数一言上尽，就是讲已经针对咱这个菜园，要度咱各位，要度咱人民的众生，要度咱一代众生，已经完全的精神趴伫这个所在，趴伫咱的咱的周围。只要咱讲啊，招数我感觉让你度，安尼就缘就接掉，马上就接掉啦。所以咱人家讲求道很简单，只要你顶住头，用财力去求道，用财力接受你的祖师的修持。哦，就是因为你讲你用他的人家，这个叫缘上尽，甲其他的佛的缘哦，真远。因是专门针对咱个持的，伊对别个所在、别个方向、十方的众生。哦，那么你就会依法的观在这个所在，为什么呢？是内底嘛佛经有记载呢？不是我袂讲讲的哦，伊讲你这个本愿啊。哦，原来到伊讲叫有众生堕淫罗痴，生就十善，若以你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。哦，也就是讲你个做出本愿啊，就是讲众生啊是讲堕淫罗痴，这是旧的翻译啦，即嘛生这个贪嗔痴啦。就是讲众生啊，咱把这个贪嗔痴改掉的时阵，我要伫这个人间甲众生同齐成就。所以个愿就发伫咱这个咱这个阎浮提，所以甲咱上界近嘛，哦，所以人家讲咧，咱个命个做事啊，缘上近，那么缘个近咧，容易成熟，咱个就过讲近水楼台怎么样？天得意，对啦，咱因为伊缘甲咱上近嘛，咱上方便成熟嘛，
哦，那么这个恩典亲，可比讲哦，伊安尼，甚至讲咱这边的对象啊，好多多是多在来咱这边的啊，啊，就看到在水都介意，啊，没人讲我就错过，因为这个这边上好的嘛，所以这是雕像面结婚的哦，一进水头来就恩上金嘛，就这点人就这个恩啦，这个别亲家恩嘛，恩上金，上快成熟这个恩，所以就是讲嘞，恩上金，哦，所有情况。用识别什么十八千瓦、几个千瓦，什么识一盖灯、识盖灯、二识盖灯瓦，去哩。在咱每日做事的情况，差不多跟咱讲说哩着。这二二咱上进，一盖灯内底第四天，跟咱上进。啊，上进啊，你跟咱接受上进无？要最近啦，哦，所以每每日做事是每日情况，伊的属性就是讲眼睛为嘛睛？哦，那么为什么来讲？因为每日做事啊，伊当时。伊个规则心内，伊个智慧，伊个德业啦，哦，伊个妙智慧啊！伊就是讲，为度化众生，一定爱先接近众生，先接近众生，才有度来度众生。所以念祖师啊，就将伊个净土接伫个欲界，离众生上进个所在。上进，咱上好得修。但是，虽然你说讲来见度人无，知道无？同款度人。你多看一下《济公书》那条心声，忙啊忙啊，办啊办，好过未？办无人多，存疑有讲，那办无人就来，是不是？办规划，办无人就来，所以你做事啊，哎，不行，既然你们不来，怎么样？我去，所以整个整个都站在阴间，就是告于咱现在应允的活动，就是咱现在应允的活动，所以讲咱每一个活动叫做你的情况。如果在这里你的情况跟你在二天的你的情况同样就对了、哦、所以这是说的以可能上太近的一个所在，但是虽然你的情况是在人间相相当在在不在不在啊，不在要哪啊，不要跟你这里跟你介绍啊，所以三千人各位班主任各位保证啊，这里做人这就是做事的本怀，讲为咱做大人是做做事的工作呢，是做事的本怀，咱家推动出来。就是讲众生唔敢叫，你的情况，你就家介绍来，你就家介绍来，发明咱的初心啊，来介绍大家，好大家哩，也能取得这个你的情况。所以第二呢，就咱各位，咱定来讲感谢做事的风俗，就是风俗的车嘛，因为情况是比较遥远的所在，咱就当亲近。因为阮嘛爬出出来，咱二成熟，伊就是阮甲咱爬个真真，伊为说个真真无大劲，搁来放伫人间，搁来用这个出去度人的这个制度，这就是祖师伊个本怀，哦，伊个本怀。那么他跟一个师兄弟兄嘛讲啊，因为祖师为甚无坐禅啊？咱各位你慢慢那个体会伊个姿势，伊个姿势就是讲坐了要坐起来，坐了动作嘛，是毋是这款动作？你注意哈。你甚至咱坐禅心爬掉的，啊，最后要坐下心安尼理解，就是那一个动作，哦，最大的一个动作，就是讲嘞，你的英文不是多少字啊？所以你的无是上进，哦，六百万年，以你的经验来底，六百万年的上进来注意，这个重要，哦，伊的重点，伊的休息，无同款的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哦，所以后边嘞，只要甲咱讲一讲，既然今仔对你的东西有这么好，哦，这么多好处，哦。方便一修，过来啊！眼睛、胃也睛，过来就讲最善、最妙、福报最大，不但干那安尼了。你的净土啊，伊做第一个说，较好的说法就讲伊方便修持，哦，伊方便修持的哈。为什么讲伊方便修持呢？因为这个是祖师伊修办的风格，他的风范，他的风格。那么咱今仔日要做着你的灌输，当然咱来随着你的风范。可不，咱今仔日要来去美国生活，你一定要接受美国的法律，你一定要承认他的法律，接受他的法律约束，你别个说来这样咱安顺。同款，今仔日一个外国人要来到咱中华民国，伊要接受咱中华民国的规律、生活风范，伊才是这个所在带来的存在。那么咱今仔日做着你的招式的灌输。我也是同款啊，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宏愿，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本怀，咱要到达切合祖师的心，
去了做事以咱别说个，你像咱主宰那个做事先以这个情绪灌输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来个看这段姻缘啦吼，这段姻缘头拄啊有大家个介绍过，咱怎么把这个原文来念给咱知？什么个姻缘不修善定，不断烦恼，这两点是咱觉悟的特性。哦，就是讲这佛啦，这依波里来问这个问吼，讲世尊啊，你讲这个阿育陀动是动作佛，但修行不修善定，不断烦恼。啊，佛你对讲这个人生活无疑，修行临终到底要生伫倒一个角度呢？佛则甲这个依波里讲吼。出人将近十二年后，命中必得往生，都是得天上为天主。那么祖师为什么会分这种呢？会方法呢？哦，为什么会分这种？因为什么是不修善定，不断烦恼呢？哦，就是因为祖师伊假讲伊将来要修二七条归空后2500年，这中间掉个伊要来要修这中间啊，已经叫做正法入去啊。这个时阵呢，叫做五毒世界。这个五毒世界的众生啊，啊，伊的修行本身拢是福报，本身拢福报啊。所以，伫这个五毒世界，你个修行的人啊，一定爱加强伊这个福报，一定爱加强伊福报。所以，加强伊这个福报呢，记得，所以伫六道内底啊，用你个招数来讲，咱知影六道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所以，在许个禅定、专家。化精为动，出力行功，出力立德，出力行善事，积业福，累积业福报，这就是祖师以修办到一个真特殊的方法，以真特殊的一个风格啦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，今晚说讲讲，哎，来去来做一挂善事，哦，叫人讲，哎，讲起来出力度人，哎，讲起来出力款式，哎，有相当的根基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也知影了啊，咱就啥，啊，伊做这工作是，即个祖师伊啊，哦，有温合祖师的本怀，所以咱做了啦，会听，自在做了啦，听欢喜，所以做了就听圆满，所以即嘛，不管讲党政各界，虽然一贯都都是讲真肯定，真赞叹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有真个足欢喜啊，哦，亲像迄一天。当海大家几个教授带丹麦、挪威几个外国的这些教授去咱动物中心访问，伊看到迄个场面遐尼大，伊看到咱迄个这种情形，伊就问讲：啊，恁伫遮服务的人薪水安怎发？第一，你考虑你薪水安怎发？咱拢在讲，完全拢完全义工牺牲奉献，因对听了一点了，马上记起来作肯定。哦，因为咱一贯都大家，伊就是讲。牺牲奉献，只要我都做个这完成啦。你若讲一天1000块呢吼，咱人的心态足奇怪，一天赚你1000块呢，要偌久啦？凊彩啦，马马虎虎啦，先写来讲。但你今仔就是无找钱，发你上万，安尼来做哦，大家就是做到死的，大家就做到完成的，比到完成的。所以这一点嘛，咱做出来工作非常的完成，非常的完美，就是呢，咱大家已经起来做事，一个欢喜心，一个精神。一个欢喜心，一个布施，一个欢喜心，一个精进。哦，像今天伊来遮，大家发起上万，来遮去精进，对不对？哦，并无讲啊，这样排掉，讲爱出来无出来，煞袂容易，无这种个心态。哦，大家拢是安那，真欢喜个心来，所以大家咧会学较精进，啊，学较精进咧，咱就会晓，会晓了，咱就咱学咧，赶紧来读个去度化众生。所以咧，咱个这个传道个意思，会散布很紧。当然。这就是你的做事的方式啊，有伊的原因伫咧呢，唔是咱搞呢，哦，都是唔是咱搞，是做事的原因伫在指引，做事的原因伫在咧甲咱推动了。哦，所以你莫认为讲迄是我搞呢，我等于捣鼓的是我搞，哦，我开三间店也是我搞，迄是做事的原因伫咧甲咱斗杀、斗推动，今仔只有哪得着安尼事情？哦，所以讲咱爱知影吼，假使讲咱今若无出去度人，若无出去成功，咱咧，干阿做阿禅定来讲，叫做落入修行。修行法，那么这个修行啊，上关系到极致佛，就是叫做声闻到极致佛。比如咧，十法界内底，咱拢在地界畜生，哦，地界五鬼畜生，过来阿修罗，过来人天神，声闻等觉，这里，哦，比这个天神加这个六凡，四圣就是声闻等觉菩萨佛。那么比这个声闻加等觉，就叫做修行。修行甲大乘差哩多，就是讲。自修自了，这款呢叫做修修行，
那么这个修行的人义无功哦，有德名无功哦。那么什么叫做大乘呢？大乘就进入菩萨去啊。那么进入菩萨呢，到底有菩萨要做的两件工作，讲伊你若体会出来，那么你就能够再坚定咱今仔的修道法门。因为如果将来的记载，菩萨，你若修两项工作有做，你就叫做菩萨啦，进入菩萨的境界。第一，稳地，运用你的地位上求佛法。第二，你求得佛法，稳地下道众生。这两项工作有做，叫做大乘。小乘就是稳地上求佛法尔，修个地尔。大乘就是讲稳你的地心去度化众生。那么请问咱各位，咱有求了无？有，咱有得。这是第一段，那么第二段呢？白象天山。
拢是因为世俗想出来的。千万不好抱着一种随缘而过、随时而行的心态。你应该爱好好啊，吼，好好啊，了发。而且想到又想到你家己生性太怕利益，你嘛爱以诱导众生人性为依的，为上天当明了这个才念。所以娑婆世界会当化上河，离心安乐的求生世界。再来，度量宽化，以至于断作有情法。还记得呢？以前学校一个同事，以前我们讲过，拢奇怪呢。咱人吼是安怎啊？对着我家己所爱的人，哦，这人是我爱的，那伊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伊的行为，哦，做对或者是唔对，咱会去原谅伊，会去包容伊，甚至会去安怎，会去考虑伊。但是，这不是我所爱的人，这个人不是我的人。原来呢，就是互相一位同事，伊有一个小哥哥，有一个囡仔，因囝呢四岁外，四岁外的囡仔在画画的时阵，那伊这个囡仔真好水，哦，就是安尼好水嘞，就是啊身，伊真好饲饲安尼胖胖啊，囡仔嘛安胖胖啊，身骨足侪肉的，我感觉这囡仔是好水的。那伊到这个囡仔因为是胖胖啊。所以厝里呢，大家拢叫伊小胖，小胖四岁大，等下学啊，等下学讲话，吼、哦、啊学大人的动作，而且呢，这个囡仔好真活泼，每一厝人看到电视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听到音乐啦，伊电视内底有歌声，伊会跳舞，啊是讲听到音乐的时阵呢，伊就会随着这个音乐摇屁股，就开始伫遐跳舞啊。那这个囡仔在跳舞的时阵呢，因为伊的动作实在是太可爱啊，所以呢，就引起厝里的人感觉讲，哦，伊出高枝的，难道小胖是可爱的？会引起大家啊，给这个小胖好处理亲戚的欢乐。当然就是咱小白小妹讲的讲，一个囡仔，他很善良的讲。那这个小胖呢，伊大概呐，听到领导的时阵呢，伊会家己欢喜。开始伫个跳舞，伫个摇屁股。那些小胖胖不伫个跳舞的时阵呢，伊是伫头开跳，吼、哦，伊会伫搭伫头开跳。但是呢，当伊跳啊真起劲的时阵呢，伊会变伫碰伊伫块碰伊个跳，安尼后边跳后边转。当小胖伫碰伊个跳的时阵呢，讲因当爹啊，就来拍拍手，吼、哦，感谢孙阿公，哦，老嘞老嘞，有嘞有嘞，跳嘞跳嘞。那以后小胖呢，愈跳愈欢喜，愈跳愈起劲的，伊碰伊啊大。但是呢，因兜个人拢袂感觉安怎，拢袂惊讲碰伊安尼跳十拍无，当然。隔壁呢有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兜个小胖的年纪，拄啊好同年纪，拢四岁外。那隔壁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兜个小胖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隔壁这个囡仔，三舅三舅啊，吼、哦，体格完全就是。两个弟弟到地下差足济，那隔壁这个囡仔呢，三岁的囡仔呢，大家知啊，那天中起来的时阵，伊就甲阿妈讲，我来一个小胖，我来小胖面兜，所以讲，因为一间这个囡仔，这瘦瘦的囡仔呢，大家拢会来一个小胖佚佗。那伫个佚佗的过程当中呢，伊会学小胖，吼、哦，讲话，小胖吃玩具，小胖面和的行为啦。当这个小胖呢，伊在游个跳个引导的时候开始跳舞啊，是这个囡仔很欢喜，把伊玩具捧嘞。对小胖，吼、哦、开始跳舞。那伊很快呢，往过去伊头壳跳，伊头壳跳。但是当跳小胖伊跳啊到无望的境界的时候，
咱人是安怎会有遮尔那大个区别？同款个，到即件事又反过来，在咱心道个过程当中，有可能，吼、哦，咱对咱身边个人，咱特别慈悲爱护，但是毋是我所爱个人，或者是毋是我厝边个人，咱毋同款啊。咱个对即个人个看法都无同款，那是咱人为虾米？为什么会有遐尔啊多安奇奇怪怪的代志一直发生？因为咱人会情欲，咱人会家己人事物，都以我有一个我字，都有一个我，那以我的私心为核心。当然，你若有我，有这个我的存在呢，就会带来烦恼，吼、哦，带来无力。那伊讲啊，咱想到的人要想啥物，当然就是修心。那修心就是讲，咱想到就是要来把咱无量光明化，各位前贤，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放宽思想。在咱还袂入道以前，甲咱今仔日入道以后，在有两天安尼咱坐坐地啊，在修万通过程当中，咱所吸收的、所听的。当然，可能有个人，吼、哦，二十单、三十单，下即个安那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收到的过程算真侪单啊。那咱也是，咱的道路有交叉通话无？如果讲咱有得到刀，咱在收到的过程当中，咱含以前无收到迄阵，心量大宽，讲个另外个，那安尼就是一个亲切。诶，修道人啊，修道者吼，咱着爱改变咱个信仰。咱若看到大圣贤贤佛，吼、哦，观世菩萨伊有啥救苦？咱若是观世菩萨伫听，吼、哦，咱若是伊个孙仔，伊为虾米伊听着众生个声，听着众生个苦，着那上伊心，着那上伊心苦同款个。即着是安那，即着是由。发愿以大慈的心，吼、哦，大慈悲的心，所以人才会成佛啦。来，再来讲，不提下文，莫要听外传。吼、哦，不提下文。当然，在咱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有太侪太侪，咱无了解，咱唔捌的所在。那咱无了解咱毋捌的所在呢，咱会当先从咱先从正人开始，安尼咱才会当建立了修道的信心。圣地修林，西中如林，不苦海，一时光明，一体同观，何关怀？伊这段就是南通，甲咱都用菩萨的时间。哦，用菩萨慈悲的目睭去看大师周的人，就那像咱玉祖莲大师伊在咱讲，伊讲人有人白之分，哦，咱人有人甲白的区别，哦，有诶住伫日本，有诶住伫美国，住伫台湾，哦，无共款的所在，这是咱客说话哦。是无有人法的分别，吼、哦，咱大家拢共款，咱拢是黄宝的囝，咱拢是黄宝的人，咱拢是殊胜殊宝的徒，所以讲人讲来讲，天扛落来呢，大家吼拢、哦、是我伫家厝内的，时间不停留，滴答。身体日日花容不管，白头发，时间不停过，吼、哦，时间不停留，是一段时间来讲，讲岁月会无情，吼、哦，岁月是无情的，一天一天过，永远。
班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也听我的话吼。就是讲，咱在座的各位这边，包括他同款，有一个感受。咱拢曾经捌，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对无？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还是安怎？咱的头毛会渐渐变啊？就一阵仔的，互他回厝的时阵。我好的妈妈呢，伊就讲，伊讲，哎，阿丽华，阿你着当下囡仔尔，哪哪头毛白啊？我甲妈妈讲，我哪是囡仔，我已经大人，已经四十一岁啊，我哪是囡仔？你拢无发现你孙仔拢比你祖兄较大汉啊？你搁讲我囡仔？那我妈妈甲我讲，四十一岁啊，我伫妈妈的心目当中，妈妈感觉讲囡仔才十七八岁囡仔。你两年四十一岁啊！我甲妈妈讲，我人生会甲咱讲讲，时间一去不回头。吼、哦，当然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咱会随着岁月渐渐离来离去老去。所以讲，岁月变人老，那阿甲妈，前夫伊去甲咱讲，天公了万法，吼、哦，甲咱就爱看见天公了万，看见亲体入去。归零五万发高泰，想到是爱靠家己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。那么咱要把握机会，当然就是咱爱把握当下。咱有啥物？吼、哦，咱有阵时咱若拄着呾一件好代志，会当互咱了完的时阵呢，咱拢在甲家己讲，啊，不要紧啊，我明仔载较做啦。哦，这是讲我后日较做啦，我明天较做啦，我明年较做啦。请问咱问咱家己哦，请咱问咱家己，咱到底搁有偌济天才？谢谢。本来像正面华师讲来讲，到底是无上天大，或者是明仔载较天大？哦，是明仔载较天大，还是无上天大？有当时啊，咱家己爱做啥物事？好，哦，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人生呢，应该爱建立一个好的观念，就是爱去思考。咱做善事，咱也是爱搁再来把握机会呢。拄啊有迄个空缺，会当有通了完，咱爱看去了完。今仔日来去呢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吼，咱已经来到这个艰苦啊，当然来到这个世间。不是干那为着吃，不是干那为着穿，为着住，为着教育，走入未来这个世间来。那是讲为着吃，为着吃，为着住，吃嘛才是生命。那穿呢嘛是穿这身躯生命，啊住嘞，住起来是穿衣服。如果我平生来到这个世间，那只是为着安尼，那是不带来，是不带去。咱一世人用咱的真情，用咱的心力，投入伫这个世界，吼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拢在想讲，咱可以带来有关的，得贵在意义，吼，贵在意义。咱爱怎要安怎发心，多听善书，多做佛书，去着自己的心得，去做代志。了完，阿弥陀佛呢，真正合宜利用上好的方法。咱家己就爱，而且咱家己会善根较好滴，好钱呢，咱愈善数愈少落来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来到这世呢，会道根较好滴，甲咱愈善呢，会恶业去无收，甲咱愈善会善业报出，甲咱愈善恶业去无收。把咱今世的事业做完成，不止今世讲一口言，安尼才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主要的目的。嘛唯有安尼，吼唯有如此，咱才会康康来到这个世间，又搁康康好倒去，看到罪业，伫个继续四心六道，伫个轮回上世啊，吼无憾的。以前两项一个一件代志，这是真正发生的事。就是讲，伊一个村民，吼、哦，有一个白手兴家，会做田啦。
亲，伊妈安尼，逐天食饭拢安尼凊彩食食嘞，想讲食会饱就好。因为伊有一个心愿，伊希望讲，伊在即世人做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是大人，伊无放互我任何的阻塞，所以讲我爱靠伫我双手里来拍拼。我希望讲我即世人，我不但为着我家己，而且我会当为着我的子孙，为着我的子女去一点做。当然，厝起好啊，爱心伊落实。那心伊要落实，每一工呢，吼、哦，会过工，咱想会讲啊，心伊要落实，需要着付出，那不少。所以呢，伊就赶紧呢，去过标准。他要付出到不上的人，那他付出到不上的要做啊，他要提起来的时候，要提这个厝的过程当中，那路上的他发生车祸，他发生车祸啊，他被车撞死啊，他的囝呢，他的囝无把他的体给他放，但是大人的这个肉体呢，放起来就会，因为呢，他的囝讲讲清楚，袂当硬死啦！各位前线，好来看。伊的囝有来，伊的爸爸有来处理，就是因为伊的囝听讲清楚，袂当硬死啦。那即个咱甲想，即个人一世人，安尼为着家己的心愿，为着伊的子孙，伊的家属，伊一点做，伊拢无去挂着，伊挂唔着。而且呢，伊的家属呢，就家己的这个肉体呢，处理生活。哦，刚刚办了双肋骨移植的病例，这个病例呢，不敢出错。哎呦，好开心啊！不敢。哦，谁不敢讲？咱叔叔老奶奶在咱厝里讲，伊讲福利啊。您只要有一点心往上，关节的灵活和规律化，那个爱的基金，我愿意的。啊，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因为你那阿妈，你拢知影无？你阿妈，你看清楚，那清楚。那个阿妈去上课，有一天来校外的时候，天气有点冷，所以就起来。看清楚，你看清楚。各位前线。咱人在这世间，当然，咱会遇到这个伤。我希望讲，我这世人，吼，慢慢会理解。我唔忙，吼，我忙死啦。所以呢，现在物质方面呢，咱也拢来全力以赴，吼，认真拍拼去追求，吼，认真拍拼去赚。就像咱讲，迄个做餐人，伊希望讲，伊会当，伊这世人内底会当有家己有人家做。但是咱根本不想着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如果讲咱做拍命的，即一世人做拍命的，即英雄英雄的，咱以后就是咱拢带袂落去。咱双手空空的来，我双手空空落去，任何物件拢无带落去。老虎，伊就死啊！那我。
那个钱啊，做咧呢？钱。所以呢，因为班因规班内底大家都讲到说，咱爱做这只猫啊的妈妈。那么钱呢呀？咱爱来照顾这只猫啊，妈好这只猫啊，要妈好这只猫啊。那再来，再来，是不是来给他公公妈妈？阿伯，你多少钱？阿伯，起来下河哦，泡茶喝。过年嘛，钱没有。你是讲自己的钱啊？就是这年话，咱要请个农民来泡红米，泡一个年话吃。我看你起码得想过啊，那来这大啦，你到我厝到你就对了。那我无甲你回答，讲好来卖。啊，因为伊想讲阿妈妈较欠吼，妈妈可能唔敢提钱出来，所以就建议呢，家己的小朋友。
或者是讲，这个人伊在世间真有地位，真有名位，还是讲伊真有钱。当然，在这个世间人啊死了后，拢会随着安那，随着伊一生当中磨灭掉，吼，都会无去的啊。但是咱来着，确实会当想着现前先不安的。哦，伊过咱伫倒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会当互咱人生变现，会当互咱伫老天上，会当互咱命老人家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好好啊把握。咱一个客，有一个家，吼、哦，等咱小仙女讲了天啊，你知影要伫咧厝里，啊，结束到啊时阵，你咧应对倒去。咱有一个厝，咱个厝就是安那，有家。
前前前前。Oh!
做事情咯，做事做做事情。有了的寿司上上庙饮食，有寿司无得完全配食，真配配得较好。包啊，哦，包啊好食。哦，馒头，我同个馒头，馒头，配馒头。啊，这地馒头啊，好食的哦，爱上出品。